好的，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收获。先到这来吧，先说下午新鲜的事儿，不要老是去炒上午的冷饭了。下午首先是今天的圣经课程，然后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平台可以直播，虽然没人来，但是先试着来呗，对吧？先试着来呗，这东西不可能在国内的任何平台上面直播啊，不可能啊，找疯的，还是这句话。那我就是本来是想在 YouTube， 但是现在 YouTube 那边我还是没有办法弄，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 YouTube 那边现在我还不知道怎么弄。那就改为在 Facebook 上面， Facebook 有更加简单，我觉得几乎就不需要设置什么东西，当然可能效果可能不太好啊，至少我今天看的它默认的那个解析度太低了，就是你看到的那个画面是一片糊，但至少吧，至少可以非常简单的就可以直播，这是一个好事儿，慢慢调呗，是吧？明儿下午试试看，能不能稍微调一下，能让它那个解析度高一点。反正解析度高的结果可能是网速的问题啊。我是其实挺担心这个，因为毕竟现在是用 VPN 出去嘛。你要是解析度一高了，我担心又会卡顿什么的。所以我是有点想说，我能不能把它做一个播客，或者说那种音频播客，直接说是放音频算了。那个画面惨不忍睹，你没法看，就相当于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个好消息。昨天折腾了一下午没折腾通，今天算是行了，至少有一个办法可以直播这门课程了，哪怕只能是听音频。好，这是今儿下午这个算是新的突破吧。那么在刚刚离开之前，除了捯饬了一下自己以外，就是把今天下午的经文的前面一半，一共是八节全部都录了出来。但是一个坏消息是，好像目前 B 站那边这类东西有点投不上去了。不光是投不上去，他把我前面的好几期啊，前面好几个已经过了审的东西也给我纷纷下架了，有可能是审核他突然发现了，或者是有人去举报了，然后一口气下架了好几个。好消息呢，就是至少隔壁的 A 站还可以， AC 放那边还是仍然可以过审的，所以目前你可能要看只能去两个地方了，要么就是去 YouTube， 要么就是去 A 站了，有点无奈啊。毕竟现在那个东西是一个几乎可以说是主业，每天都在输出那个玩意儿， B 站发不上去了，还是多少有点可惜啊。当然也可以一会儿试一下用我小号发发看，会不会有机会过审。但我觉得小号那边就算过审效果也一般，毕竟小号那边的体量其实还不及我的 A 站那边体量来的大。好，这是今天下午关于希腊语这边。一会儿到了嘉定新城那边，咱们再折腾啊，把后面半截给录了。总之经文不算多，前一半呢是八节经文，后一半是七节经文，不算多。那如果还有时间的话，咱们再录一点别的，还是希腊语是吧？我那本圣经读本还可以再往前输出一段。
就是我觉得今儿录的那个使徒遗训，十二使徒遗训那小说还挺好玩的。接下来就是关于希伯来语这边，今儿上午最重要的一个输出，来自于希伯来语。真下起雨来了，稍等一下，我得打个伞。还好带了把伞出来。现在这段时间是梅雨季节吗？下个雨。就上午的希伯来语那边更新了教材第五单元。剩余的部分，或者说第五单元，严格来说是正文的最后一部分。明天上午还有一单，明天上午还有后面的练习，把那个练习整理完，咱们第五单元就结束。不过一个不好的消息是，哎呀，又有学生跑来跟我说这周身体不好请假了。虽然我觉得这是不是早了点儿？你这个星期四来请星期六的假，您这个这是大感冒，要感冒一周是吧？不过哎，不以这个恶意去揣度了，人家真的是身体不好的，很可惜啊，很可惜。其实我是不希望这个课停的，毕竟这个牛吹出去了啊。这几天是在给其他。来问过这个课的，但是他们又无法来参加我线下课，这帮人打招呼啊，说感兴趣的话周末周六早上可以去我的直播间看我直播，那如果说这课取消了的话，就相当于又把别人给忽悠了似的，我又得跑到各个群里面去打招呼，有点烦。但确实这个事情理论上来说不应该因为一个人生病，好，然后其他几个人也稀里哗啦的倒，希望吧。这是个一对三的课程，不是一对一。一对一我没什么好说的，他上不了课，我自然是开口开天窗了。就有点像是这两周我的希腊语那边是开天窗的一样，因为毕竟是一对一啊。这孩子请了两周的假，那就没辙了。只能告诉自己说，好好的利用这两周他请假的时间，尽可能多的输出点别的东西。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对得起这两个礼拜。好，这是今儿上午，今儿上午其实希伯来语这边花的时间跟昨天差不多，也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，1000字，然后整理，主要是它里面有一些需要整理的部分，比如说希伯来语跟这个中文的一个混排啊，包括插入表格啊之类的。就这个不光是一个打字的问题，还有一个编辑的问题。另外一点就是从进度上来说，现在是在第五单元，那么第五单元完了之后马上下周开始第六单元，你也可以说下周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周嘛。那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也许可以在下个月的月底完成第十单元，也就是说整本书40个单元完成了1/4。而从今年的任务来讲，就完成了一半，因为今年我希望在12月底的时候能够完成前面的20个单元。至于后面20个单元怎么样，那是后话。但是至少前20个单元，我觉得要把他们能够做得下来才行。好，这是关于希伯来语这边，今天算是吸取了一点点教训啊。昨天在做希伯来语的时候放着一个干扰比较大的视频，今天没有，
今天是一个干扰非常小的视频，所以感觉就好很多。今天是没有英语的直播的，没有，但是今天好像刚才也说到了嘛，好像玩出了一个新的直播类型，而这个直播类型我觉得倒还更有趣一些。我直接在 Facebook 上面去直播，还挺有趣的。虽然没有人吧，虽然确实没有人。另外，现在的话，感觉跟他每一次也算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了。是他先讲，他讲的话可能快的话不到一个小时就弄得完，比如说40分钟50分钟就弄得完，慢的话一个小时吧。他今天其实出示了讲义，这讲义其实挺长的，甚至达到了两页，以前都是一页，甚至那一页可能都写不完，今天出示了两页，但是他玩的又非常快，基本上不到50分钟我估计他就又结束了。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提问的时间，其实有提问他一旦有回答，有时候有些问题容易把人往，我不能说往沟里带，但是这样来说可以往深里带，他需要把它说清楚，这种事情就相对而言比较花时间一点。其实我更关心的是这个，因为最开始这些理论性的课程大差不差吧，就是那个意思。但也许在所谓的提问的环节可以扫除一些误区。举一个例子吧，举个例子，像今天提问的问题之一就是，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受审判？哪怕他是基督徒，哪怕他甚至是基督徒里面的属灵领袖，像我举的是保罗的例子，我说那保罗会不会受审判？啊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，就是像今天的经文里面出现的灵魂，那灵和魂各自分别代表的是什么？我觉得这种东西更加的言之有物，也更有针对性。他给出了一定他自己的解释，比如说灵，他认为就是想法，一个人的认识，对东西的看法、想法、价值观等等。而魂呢，是一些更生物性的东西。他举的例子是眨眼睛，这种本能的，这种连小猫小狗都有的东西。我觉得先听着，对吧？有他的一套说法，我们可以通过以后来不断的深入，不断的谈论，不断的查考之中，一步一步的加深认识，包括看看他说的到底靠谱还是不靠谱。另外，我还是坚持那个观点，是之前有人说我肯定听不下去这个课，听不了几节课就退出了，至少目前来说我没觉得我会退出，而且我对他兴趣是越来越大。倒不是因为自己是个基督徒或者是要想要成为基督徒，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能做的事情是越来越多了。我说过，就算是从业务的角度上说，就算从业务角度上说，那把这门课听下去，把这里面的经文整理出来，做成二创的视频，这本身就是在做自己的事情，相当于也是自己的业务之一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对吧？何乐而不为呢？至于他讲的好与坏，我早就说过了，他就是一个行活，是个流水线作品，而他自己要尽可能要把自己从里面摘出来，他也不敢提供他自己的一些理解。
所以这更是一个流水线作品，我没有什么太多可值得评价的。另外就是说一个今天意外得到的消息啊，就前两天吧，鲁菜大师泰斗级别的人物岩井翔先生去世了。表哥去年，可能这事对于我来说完全，岩井翔是谁，或者说这都不是我关心的话题。但随着 B 站探店区包括厨子区做菜区的蓬勃兴起，说实话我觉得这一年以来啊，确实有不少的收获，开了一些眼界，增加了一些见识，多了一些喜好，关心了一些以前可能从来就不关心的东西。就包括对这些厨子对吧，对厨师，对菜系这方面的认识，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应该说是在这一年啊，小破站带给我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收获。好的，那我先聊到这么多啊。这地方的话是，如果你看我的直播看得多，你应该知道这是相当于走完一半的标志。那在这里我先下播了，我换一个平台继续往前走。如果你还感兴趣，你可以到你可以私信我，我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个平台怎么去。那个平台的话是需要装一个另外的 APP 的啊。而一会儿到了安庆那边，先把饭吃了，吃完饭之后去嘉定那边，今天晚上至少还有一个甚至是两个希腊语视频要做。欢迎晚上的时候大概7:30左右到我的直播间去看我整理和录制视频。好的，先说到这么多，晚上见，拜拜。